诸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《论语讲记》礼仁篇第四章。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物也。”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。”苟至于仁，孔子自己是至于道，教人没有说要至于道，而是教人至于仁。以人为志向，若教他的学生都要志于道，那很多学生就不能学了。苟，假若建立起志向，从此不离开，执持人志，无物也。无物也啊，若恶啊，因污平生，当如何讲？因物去生，入生因恶，诸助采取入生恶，解释为如此就无恶事了，这是废话，因为有人自然就无恶事了。比如人已经吃饱了，何须再问吃了没有？在此应念物。若至于仁，则仁慈，就没有犯恶的人了。对好人加勉他，对犯人劝他改过，不愿舍弃他。这一章与上一章不矛盾，社会上的人不是如此。凡夫对恶人是拒绝他，圣人对恶人是不忍心舍弃，希望他变好。例如父母打骂子女，都是出自人心，这是佛家的平等心。就像有人学佛，佛不喜啊，佛没有欢喜；有人谤佛，佛也不嗔啊；有人去毁谤佛，佛也不生气。佛如檀木，头上顶着或是脚踩着都能染香，佛都不在乎，因为佛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佛教徒修养不足，不能做到这一层，只会说这个话而已。儒者只知文字，不懂得道，所以也不会说。孔子有教无类，互相难以言，童子见。这位互相的童子来求孔子，孔子也见，要教他变好。互相童子啊，那是这个很坏的啊。那么求见孔子，孔子也接见了。他来请教，孔子也教他。那么主要啊，还是希望他能够变好。所以孔子没有拒绝。至于离开孔子以后，变好或变坏，谁也管不了，盖棺才可以论定。无见好人恭敬，见坏人远离，这就是无的毛病。行道的人要先度坏人，因为坏人会危害社会的缘故。有人问，那你为什么不先度他？因为无心理物资，有这种心，临终便有障碍。孔子就不是如此，坏地方的坏孩子来请教，孔子也教他。这是我们要向孔子学的地方。好，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